我累，操蛋！哎，快下雨吗？不急，快下雨，给你们手机。我先，然后放下。我先放下，再放到地上。小谢，快点，小谢，现在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准备干了。我也想，我主播可以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我快点嘛，聊天还得发。这样好像那个放可心中。没关系啊，哎，你干嘛？我今天要死了，就是看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去啊。